如果是微整形的话，你看不太出来，就是躲一阵子再出来，你也看不出来。除非是像陈羽凡这种大型动刀，你才看得出来。我看比起来有大型动刀，而且陈羽凡是被康熙来着郑重告知全部观众的，一再的强调这件事。所以你现在走出阴影，要靠失败的双眼皮赚一笔钱。他没有失败，只是没有说很成功，可是没有说很没有失败啦，没有没有。其实他以前在康熙就秀过他早期很不堪的照片，对不对？而且陈羽凡他有达到效果，可是是反效果。这个是第一，好帅哦！这是沙龙照啊，不是沙龙照啦，是宣传照。其实我一直觉得你是单眼皮这样有型哎，对，这个就很成功啊。真的，我很喜欢看你单眼皮的时候。你以前很帅耶，而且眼睛超棒的。对，真的。哎，羽凡，你除了眼皮之外，还有做别的吗？没有，我有想过要去打这个，可是医生说我这边就是骨头，就是不需要。你这样看，如果双眼皮又厚，然后又这样哦。你干嘛？你就是想当女人是吗？你刚才谋辱算了你，这样就够了啦。这已经有一个教训。你干嘛要凹？不是凹。你有喜欢的男生是不是？你想要？哎，陈羽凡没有握。我养了很久。没有成，因为他已经羽化成了。你养错东，你养错位置了，你养成上面了，要往下。就男生那边有点。我就觉得无所谓，话就无所谓了。还蛮性格的啊。因为他那个疤的位置是对的嘛。对，总比那个双眼皮哥是吧？可怜的超级姑娘，真的很偏袒人家。刚刚想说你怎么会可以把这个移到这边，就还是做到。讲你，我实在是很难受啊。我也想。可以问医生，那个打太多会怎么样吗？就是会像你眼睛这样。惨哦！我本来是坐在这里，然后就被移到这里，因为攻击的好多。你的眼袋割多久了？十年了，然后都一直没有再长回来。后面长过一次，那是一点点，然后我就马上去割了。可以割了两，可以一割再割吗？可以。他双眼皮都可以一缝再缝，为什么眼袋？好可怜啊！因为肉是他的，他爱怎么样？又是你。双眼皮到底有没有刺激的事可以讲？因为他们刚刚讲割眼袋，会听到什么割眼睛的声音、啊。双眼皮的刺激就在于你手术后看镜子那一刻，失败啊！你当时起来那一刹那，没有制止他吗？就是说不要那么夸张什么的。对，是真心的，还是真心的？田家达的眼睛跟他的眼睛，就是两个人眼睛距离眉毛的间空间不一样哎。就陈羽凡渐渐已经没有空间了，没空间了，他快顶到眉毛。你的眼睫毛已经头快要碰到你的眉毛了耶！就当你睁开眼睛的时候，不是说外国人都这样吗？有吗？对，外国人是凹进去。我觉得你应该抽上面上眼皮的脂肪。你是东方人哎，所以你说他做错了，他应该抽脂肪，不是缝眼皮。对，这样子凹进去就眼睛就变大。现在往上的话，你的眉毛就会变成你的睫毛了。分不清是眉毛还是睫毛。陈羽凡，你是说你这一次第三次缝的时候，你起来的时候你没有跟医生说太厚是不是？那你起来跟医生说什么？我就跟他说，哎，不错。会盯蛮久的吗？什么一个礼拜？哦，一个礼拜而已。对啊，应该只有陈羽凡会盯着那个手术。你弟说再拿掉啊！你陈羽凡说他不想要运动，可是要有六块肌。他就是要现成的假货吗？我韩国真的有这个呢。你如果连肌肉都要用假的，会不会太悲惨了？可是你现在双眼皮都这样了，你应该要弄得去隆胸，而不是去练肌肉吧？是吗？他应该要开始走女性化的路线了。母亲节快乐！哇，这是陈颖真的小说里面，这才应该把它丢回海里吧？这哪来的怪奇异的海底生物？而且它是殡仪馆的乐队吧？眉毛是画的，眉毛画的，本身应该是有点稀疏。然后你如果要论眼睛分太开，这才叫分太开啊！对，他几乎可以看到他后面的人，可以看到没有啦，姐姐应该看到旁边的人呢。他的下巴，下巴过短。没脖子，对，整个脸太大。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把门打开，可能人已经不在了？好，我们欢迎这位来宾。哇，你刚才讲话讲好中肯哦，真真谢谢，真真谢谢。哎，你什么时候来到陆地的？我走很久，他帮我带来的，本来我在挑着的。矮上的泼妞。
后他的鼻梁怎么看起来比照片中？你三根有了。对，我觉得鼻子。可你这样左眼就看不到右眼了，中间被挡住了。我觉得这样很好，我每次看到他干嘛？啊，可是你身体呢？你有没有抽脂的意思？我其实本来想，但他要穿很长的一段时间的塑身衣啊，然后而且他就是他现在通告太满了，对我没有办法，而且一不小心就会变形。那变成一个瘦瘦的小美女的话，就根本我们会撞型啊！哦，你还健身呢？不是我讲真的，撞头了。不是，就是因为你知道我个人喜欢你啊。你看你刚刚如果戴牙套，那不是跟你的走的路又很一样？我现在慢慢想把我们两个抽离一点点，真的是不要太大量了，给我一条生路走。对啊，一路过来我们很你怎么屈服了？你怎么屈服？赶快把打发走的心情。还有心情看起来好差哦。对他怎么快乐不起来啊？哎，你们会觉得他眼神变好难过？对，那。他的眼白也灰了。他等下还会拿他那个 magic 来烦我们吗？我 hope not。还有，刚刚在干嘛？又把门打开。当时干嘛拍这种囚犯照？哦，没有，这个就是要去打之前呢，要觉得说到底有差别在，落差有多大。你是不是因为当时心情不好才会露出这种眼神，想说整个人生要重新开始？没，他叫我不要笑啊。他的眼下其实有一点黑眼圈，对不对？有可是现在没有了耶。有上妆啊？有哦，我没上妆的。没有，他很少上妆。我不上妆的，不是上妆。可是我刚刚没去看人家化妆室化妆。哦，对啊，我们那时候录的时候，制作人叫你说等一下，我还没有化妆。对啊。铺粉就算干嘛？每次都骗我们说你不上妆，我没上妆。我只有铺粉，我小猪，你明明就有画眉毛，有眉毛算上妆吗？公司上是唯一的男士，他整很多，他可能是今天整最多的。你有逼人家摆这个 pose 吗？我没有，而且刚才手举起来的时候，从那个缝缝看到一团肉，我很真的好。哇，那做完雷射这不是手术后的照片吧？这是我之前了，因为我有点这是你几岁的时候？在读书的时候，大学读书的时候。好老太哦！哎，你大学时候这是沙龙照哎，沙龙照。结果你大学时候不帅耶，怎么可能？你是肉肉的，对啊，就是整个地方，对啊。人家主播大学时候都很帅啊，你怎么搞的？就是南大十八变嘛，没有这句话，你也没有变什么。我在做真情指数的时候啊，然后可能我就是我一天可能要访问两集，然后我第一集进去访问完，出来他还在做下一集，他还在。我大概差不多40分钟吧，包括吹头发。那也很久哎，一个大男人花这么久。他不是大男人，而且画成这样子。倩蓉，她不是大男人，是怎样？倩蓉她是大姑娘，对，现在这么 open 了吗？她超 open 的，讨厌。所以你是我跟你讲，她在主播台上已经被束缚了，她现在是脱缰的野马。她每天打领带都在想说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够？我想要撕开她，穿礼服上去。徐建国，我问你，是李四端跟盛竹如，你要谁？可以都不要吗？你最近就是选一个，如果是一定要，我觉得盛竹如不错哎。为什么？因为盛竹如我在明视跟他共事过，他的人还不错。然后讲话的声音很好。从远一点开始吧。何荣跟李四端，何荣还不错。OK。那李四端跟傅达人，傅达人啊，哎，我觉得傅达人不错。所以傅达人赢李四端？不是傅达人赢李四？对啊，你看他转播球赛非常的 Q。再低一点，对不对？李四端跟郑红怡，好了，李四端好了。好，那郑红怡跟李涛，李涛，郑红怡跟那个蔡康永，我想要摆这一组，我也摆这一组。康永哥啊，你要康永哥，对对对，过来，你们俩手牵手一起主持吗？